人生熱線看世界一路以來都是用心去感受和經歷生活的點點滴滴，也都留心去觀察人心靈的需要，就像我們創世電視台一樣，一路都是用心去製作，祝福了很多的人。創世電視正正就是一個帶給人有盼望的電視台，希望你和我都一起踏出這一步，為人拓展更多的出路。接下來12月5日和12月11日，我們就有創世電視濕地行2010步行籌款，我們一起來參加，希望能夠帶給人更多的祝福。創世電視濕地行2010步行籌款，分別有合家歡和挑戰者路線，詳情請登入以下網址，查詢電話 2209-6280。